在这一次的振兴经济当中，我们非常希望大家拿到振兴券以后能够花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同时也可以帮助更多身心障的朋友，尤其是他们在整个譬如工厂里面学习，甚至他们所做的这些商品都是品质保证的，他们非常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细心，这些商品都是非常棒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希望我们很多的这些乡亲好朋友，当你拿到振兴券的时候这个三倍券的时候，能够来到我们云林县消费，尤其是我们儿童妈妈儿童乐园能够提供免费的上架，让我们所有譬如工厂的这些好的商品能够在这里贩售，那同时他们也有提出优惠的这样的折扣，那希望我们所有乡亲来到云林记得来到我们儿妈妈儿童乐园来这里消费，来这里帮助我们弱势团体，帮助我们譬如工厂的每一个成员。优先礼物券疗愈。